外观员薛介离校中服至壬戌年高中进士。此前一个月，薛介梦见自己父亲和两个老人一起对自己说，你只说中举人中进士容易，可是却要先考察我们的音质，这中间受了多少辛苦才得到你的荣衔，我儿应当继续积德以遗子孙。薛介问父亲另外两位老人是谁，父亲说一个是你祖父，一个是你曾祖父。薛介醒后将这个梦记述下来。所以不要以为成功和发达都是自己的能力和幸运，也不要以为是偶然，所谓人品爆发不也是积德和福报吗？爆发不正是过去积功累德的厚积薄发吗？每一次心想事成的背后，天知道祖上几代人或过去生的自己付出过多少努力。如果你觉得没沾到祖上多少光，从你这里开始勤修福德也可以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祖先。试问我们又有多少福泽留给子孙呢？到时候我们的子孙会不会说，嗨，祖上没积什么德，搞得我没沾什么光，那时候我们的脸上还有光吗？